家好啊，那今天呢在这里跟大家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好消息跟大家来通知啊。我们平时一直都鼓励大家说要家庭教育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很多家长觉得面对太多的困境，而且很多人就是感觉这个家庭教育是一个大问号，就是我自己在家里教，我到底能教出啥样的孩子来？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比较担心的，因为大家都希望孩子有个非常好的未来嘛。在这里跟大家报告非常非常好的消息，就是明天2023年5月4号星期四晚上6点到8点，在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有一个 homeschool 的研讨会，所以说请各位父母对 homeschool 有兴趣的请马上来参加，想要自己教育小孩，想要夺回自己小孩的教育权的父母，请你一定要来参加，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太多的父母告诉我们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他不知道怎么开始，他的英文不好，他没有教过小孩。但是透过这个我们有实际的情况，而且我们今天刚遇到了这个妈妈。对。然后这个妈妈用她自己实际的例子就说，哎，我不会讲英文，我的英文不好，我也照样可以用圣经的价值观培育出非常棒的孩子来。所以欢迎大家啊，在明天的这个时刻一定一定一定要来参加，非常棒的资讯，而且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自己是有小孩的家长，鼓励你赶快来参加。如果你要是没有小孩，或者你身边有一大堆有小孩的家长，告诉大家一起来参加，因为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好，那明天晚上我们跟你等着相见呢，拜拜。